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将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将之主要给大家讲讲非常罕见的16种奇闻手相，十年难得一见，必是一飞冲天富豪命。手纹是一个人的特征，就像是外貌长相一样，每个人都是最独特的，即使是有血缘关系的人，手纹的生长也是完全不相同的。因此，从手相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发展和富贵与否。通常财富多的人，手纹会出现一些显著的特征。如果发现自己的手上具有这些特征，在求财中就会比较顺，只要肯努力，就有大富大贵的机会，或者能从家中继承一些财产。总之，这一生中注定是会发财的。那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富贵手相的16种奇闻分别是什么样的。一、钱财纹多。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，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，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，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。钱财纹越多越深，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，而且财富来得也比较轻松，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。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。二、偏财纹。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，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，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。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，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，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。除了工作之外，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。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，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，就更吉利了，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。三、井字纹。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，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，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。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，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，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，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。这一生的财运亨通，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，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。四、川字纹。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，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。从性格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，具有很强的能力。从运势发展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，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，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，会过得很富贵。五、三约纹。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，因为必要有三条才能形成三约纹。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，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，钱财丰厚。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可以嫁一个贵夫，夫妻的感情稳定，生活条件也很不错。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，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。六、祖辈纹。有祖辈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，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，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，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，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。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。七、三才纹。玉管照神局，三才纹上得分明，一生时运可昌荣，主命与财主有气，一纹冲破便无情。天纹感情线，人纹智慧线，地纹生命线，是先天三大主纹，是掌中三才。这里说的三才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，三条纹身长清晰，没有其他杂纹。所谓三才纹，身家业广，治家必有一招先。这三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，一眼看去
掌中一个川字，因此三才文俗称川字掌，并有男人川掌事业顺，女人川掌财帛多的说法。十三风文，欲管照神局，三风堆起巽离坤，肉满高如枣样圆，光泽更加红润色，家中金玉有良田。三风文指的是巽宫、离宫、坤宫三个部位比较饱满，像山峰一样。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，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，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。财在巽宫，官在离宫，禄在坤宫，这三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，更别说是三处了。十一六宿文，首相歌诀，六宿入掌中，处事好心胸，贫人成大富，谋职禄位丰。六宿文在无名指根部下面，天文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，又被称为偏财纹、禄合纹、易禄纹。如果在六宿文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，相当于是一种辅佐，那更是锦上添花。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、创作线。如果六宿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，甚至到手掌底部，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。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，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，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。十二玉柱纹，玉管照神局，玉柱纹从掌直去，为人胆智必聪明，更得学唐文显现，中年必定拜公卿。女人有玉柱纹，富裕之外，只是要里外操心，有管夫治家的现象，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。有的玉柱纹不够长，没有穿过天文，但是与天文、人文、地文交叉，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形状，这叫做 M 字纹。有 M 字纹手相的人，通常学问高深，或者是创业富豪。十三三奇纹，玉管照神局，三奇纹线无名指，一路分开三个纹，生在震宫并掌内，必作金门十路人。这三条纹并驾齐驱，形成树的形状，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。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，一生富贵，名利双收，能成大事。十四千金纹，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，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，超过了智慧线，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，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。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，同时还乐善好施，是一个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。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想，就要看此纹。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一生享尽富贵荣华。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，必能早年就发达，前程似锦，家中财运滚滚，富甲一方。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，文欲千金直上家，设使少年人得此，前程富贵有人夸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脾气切不可暴躁，否则必冲毁前程。掌中有千金纹的人，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，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，前途不可估量。一生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财运不断，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富可敌国的人。但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。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，未来的财运会更旺盛。十五祖辟纹，祖辟纹顾名思义，说明有此纹者根基不错，承蒙祖上庇佑，从出生就富贵，亦因得长辈之荫庇，继承祖业而发财，世世代代都是有权有势，一辈子不缺钱花。此手纹起于坎宫，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，掌中有祖辟纹的人一生运势顺遂，属于富二代的首相。此类人的父辈财运非常不错，也容易受到长辈的青睐和庇佑，通常起点比别人要高，
所以可以免去辛苦，就能有很好的条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这类人如果能够勤加学习，戒骄戒躁，时时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，一定能有一番非常好的作为。16宝镜纹，所谓宝镜纹，就是手中有圆形的纹理，一圈一卷呈墙层层围绕，如宝镜一样握在手掌里，这种特殊的纹理十分罕见，是官印权威的象征。宝镜纹在相术中被视为财权的象征，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大多胆识非凡，心思缜密，心胸宽广，处事手法非常有魄力，有大将风范，能够担任指挥官、武官、军事顾问等职位，命运不凡。这种纹理如果位于乾宫、坤宫以及对宫三个手掌区域内，则正财相当稳定，步步高升，命中还会有不少的偏财出现在其他掌宫上，则意味着会从事律师、咨询、培训等行业，并因此而获利丰厚。不少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一夜暴富，但是大部分都只是白日做梦、想象而已。毕竟成功还得靠自己，想要变有钱也是通过努力工作才能实现的。但是有那么一种人，他们确实可以一夜暴富的，这从他们的手相就能看出来。那么一夜暴富的手纹路怎么看？什么掌纹预示命中暴富？小将之今天给将友们介绍一下。一、手掌中有直觉线。如果手掌中出现了直觉线，说明此人通常非常灵活，反应也很快，能够抓住很多机会，尤其在财富方面，得到意外之财的概率是非常高的。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好运不断，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困难的事情，并且善于精打细算，能够利用手中的财富获得更多的收益。手掌中有直觉线的人对于金钱的把控能力非常强，生活安逸富贵，不用为物质所困。不过这种手相的人有时候做事比较盲目冲动，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，在这方面要注意。二、财帛宫肉厚实。一个人命中有没有偏财，通过财帛宫也可以看出来。如果财帛宫的肉比较厚实，说明必有横财入命。财帛宫厚实的人正财不是特别稳定，如果想要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人生价值的话，往往是比较困难的。但是在偏财方面，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，比如买彩票中奖，无意中继承到一笔远方的财富等等，这些好运会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，一辈子无忧无虑，不用再被钱财的事情烦心。三、不动产线。很多人不太了解不动产线，其实不动产线就是横跨于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，拥有这条线的人在财富方面的收获是非常充足的，尤其在不动产方面会有很多房产和商铺，不用努力就能过上富贵的生活。这种类型的人财运特别好，只要愿意付出努力就能够收获回报，一生当中财运不断，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都是轻松简单的事情。拥有不动产线的人自身魅力也很强大，有着很好的异性缘，在感情的道路上非常顺利，大多数人都会拥有一段幸福稳定的婚姻。四、太阳丘出现星纹。如果在太阳丘部位出现星纹的话，说明机遇特别好，能够轻而易举地赚到丰厚的财富。这种类型的人通常具有艺术才华，创作能力也很强，并且善于掌握机会，能够抓住好的赚钱项目，生活状态是非常轻松的。另外，太阳丘有星纹的人自身命格很不错，健康情况也很理想，大多数人都能够健康长寿，是非常好的手相。五、财库纹。手上有财库纹也是非常好的手相，拥有财库纹的人通常财富掌控能力特别强，善于积累财富，赚钱之路非常轻松。这种类型的人人际关系也很不错，在生活当中有着很好的人脉，许多人都喜欢与他们结交，尤其在得到赚钱机会的时候，首先就会想到他们。正因为朋友会自己提供很多帮助，所以在金钱方面的收获是非常轻松的。另外，拥有财库纹的人偏财运势特别好，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一些意外的财富，甚至还会因为这笔财富而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。如果你手上有这五种偏财旺的纹路，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容易过上富足的生活。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偏财旺的人能大富大贵，
一般情况下，手上有这12种手相特征的人，也能够靠自身的努力过上富足的生活。一、中指长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指中指比较长，说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帆风顺，将来会走上大富大贵的道路。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自身能力很出众，做事有耐心，在许多方面都能够取得理想的发展。二、手指没有缝隙。如果一个人手指并拢没有缝隙的话，说明可以留住财富。这种类型的人金钱收入是非常多的，并且有着很强的聚财能力，不会出现破财或者财富流失的情况。另外，手指没有缝隙的人在金钱方面很善于投资，获得的收益非常理想，能够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。三、断掌。在很多人看来，断掌是不好的手相。其实从财运角度来看，断掌的人通常财运是非常好的，赚钱能力强，命中有福禄，不仅事业有成，在金钱方面也有非常好的收获。断掌之人大多做事有耐心，对于自己选择的事情能够坚持到最后，所以积累财富的能力也很强。四、手掌红润有肉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红润有肉，说明健康情况比较稳定。通过这种手相可以判断出此人的财运也非常好，将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。手掌厚实有肉的人善于精打细算，在消费方面很节制，懂得开源节流的道理，所以大部分人在金钱方面收获都是非常好的。五、财富线很长。如果一个人的财富线很长，代表着命中有很多的财富，财运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好，尤其在晚年时期，财运亨通，生活富贵吉祥。六、事业线很长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人的事业很长的话，说明在事业上取得的发展是非常不错的，而通过事业的发展也能够收获不菲的财富，生活顺风顺水，充满幸福。七、财库。如果手中的掌纹相互交错，形成一个大大的正方形，这个正方形就是财库。财库象征着此人的财富聚集能力，一生当中财运不断走高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会得到巨大的财富，并且这样手相的人守财能力很强，能够很好的守护住手中的财富。八、太阳丘丰满。太阳丘位于无名指的根部，如果太阳丘的部位丰满的话，说明此人的赚钱能力很强，有着很好的投资眼光，基本上做出的选择都能够得到收益，不会存在散财的风险。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是很聪明的，善于把握机遇，并且很懂得理财，具有很高的风险意识，在年轻时期就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财富。九、火星丘红润。火星丘位于食指下边，接近大拇指的位置，这个地方是火星丘。如果火星丘比较红的话，说明此人的财富运势是非常好的，很适合做生意，能够将生意做得风风火火，赚取很高的利润。这样手相的人对于很有眼光和格局，富有创新精神。十、有三约纹。如果食指上有三约纹的话，说明财富状态是非常可观的。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根基丰厚，能够从家里得到很多的产业与金钱，自己不用怎么努力就能够得到理想的生活。不过他们本身也很善于理财，能够将手中的财富变得更加丰厚，一生不缺金钱。十一、凤眼清晰。大拇指第二处的纹路被称为凤眼，凤眼明显的人有着很好的财运，擅长理财和投资，有着很好的眼光，无论做出什么选择基本上都能得到很好的收益。凤眼明显的人偏财运势也是很不错的，经常会得到意外的财富，比如家里拆迁获得巨额赔款等。十二、手指有弹性。手指有弹性的人很善于持家理财，在所有开销方面都会精打细算，依靠这样的好品质实现发财致富，这样手相的人绝对有眼光和格局。虽然精打细算，但绝对不抠搜，在该花费的地方毫不犹豫。手相只是相学的一部分，相学只是算命的一部分，算命只是人生学问的一部分。所以即使是遇到了什么不如意，也不要随随便便气馁，不能因为一粒芝麻掉落而忘记了手中紧握的西瓜。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因为小小的不如意忽视了大大的幸福。手上有此纹的人财运亨通，事业更加红火。一、手上有玉颈纹的人，一般来说颈字游戏的图案相对较小，由小文章和细线条组成，您可以想象这样的小井字游戏图案将是多么幸运。
那么预警纹路就不同了。预警纹由双事业线、太阳线、财富线组成，其形大，财气大。手掌有预警纹的人，事业运旺，会步步高升。他们绝不只是池子里的一个东西，他们就在拐角处。手掌上有预警纹的人，百年难得一见。他们是求学期间的骄傲，有着惊人的才华，他们注定会在工作后蓬勃发展。如果手掌上有预警纹，则长大后事业运势旺盛，步步高升。你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，事业成功指日可待。手掌上有预警纹的人，百年难得一见。小时候上学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天之骄子，他们拥有惊人的才能，他们注定会在工作后登上顶峰，他们必定富有繁荣，这是可喜的。二、田纹。田纹是一种线条图案，寓意幸福。有这种手相的人，象征着拥有千千万万的豪宅，意味着这个人拥有不错的房产。如果你想要一个婚后有稳定房子的女人，那么选择田野格局的男人是你不错的选择。男人手掌上出现田纹，则政治经商能力强，能获得很多财富。三、手掌财富线多的人，对于手中有几条财富线的人来说，锁耳毫根线下方的位置称为财位，如果有几条垂直线，则称为财富线，也称为太阳线。这条线一般与事业线平行，这是一条相对较长的垂直线。由于锁耳毫根是掌中的宝库，所以会是一条财富线，也算是比较富有的人。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运势，就像不是每个人的手掌上都有一条事业线一样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独特。有的人天生不同，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，而财富上线就像是表示这个人容易获得偏财。一般来说，这条线的人具有冒险精神，常常会做出非常大胆的选择，别人不敢做他就去做，所以他比别人更有可能去做。财富先由他人获得。第二手相，2024年有机会发横财的几大手相特征，对于横财来说，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的，也唯有横财才能让我们显得更为富贵一些，因此很多人都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能够拥有横财。那么在面相学中，什么手相人容易发横财？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木型手相，土星丘发达，饱满，隆起，天生有横财命，容易中彩票。一般手型又长又瘦，比如说的纤纤玉手，都是木型的手相。一般来说，木型的手上面比较容易见到青筋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位于你手相中的中指根部的那个位置，即相学上说的土星丘饱满发达，明显比其他部位有肉时，说明你符合这个条件。那么你平时可以多买彩票，比一般人中彩票的机会要大，天生有横财命。二、水型手相，火星丘多肉，饱满凸起，也是容易的横财的命。什么样的手属于水型呢？简单来说，手指偏短，整个手型偏圆，手背圆带厚，手掌多肉，都是水型手的特点。这种手相只要火星丘发达，一般财运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大，偏财多，横财多。而火星丘有二个位置，一个位于生命线起始位置与拇指根部夹着的那个地方，即我们常说的大概虎口那里，便是其中一个火星丘，另外一个火星丘位于水星丘和月丘之间。因此水型的手相比一般人更容易得横财，更容易中彩票，因为同时有两个火星丘。三、火型手相，金星丘异常多肉，肥厚凸起，甚至突出一块肉，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。这个位置如果厚，对于火型手相的朋友来说，更容易得横财，是有横财命的意思。是园艺学公众号，并且往往还会住上大房子、别墅或多实业或物业。
一般手掌偏瘦，手指尖长，看起来干枯，指节突出或是指尖不规则等，都是火型手相的标志。只要金星丘发达，都是有横财命的象征。而金星丘位于大拇指根部处。四、金星手相，木星丘长得结实多肉隆起，占据了整个食指根部，那么就是有横财的手相。其实金星的手相比较容易判断，一般手型偏方，肉偏结实，不论是背还是手心，按下去都是硬硬的，一般就是金星的手相。而且金星的手相手指顶端都比较平，而木星丘的位置便是食指根部那个地方。五、土型手相，水星丘发达饱满凸起，也是有横财的命。相对于上面这四种手相，土型的手相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。其实土型手相就是木型与金型的手重叠在一起，因此那种手型偏长但又带方，另外整个手掌偏厚重结实的，就是土型的手。一般手长的又大又长又厚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土型的手相。而水星丘位于小指根部处。六、手中拥有不动产线，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，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。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及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。这类人能够从父母长辈那里获得财富，或者是不动产，也就是房屋房产，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，天生就有横财。七、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，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，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，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。而在理财方面，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，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，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，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而不会损失金钱，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，所以说是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手相特征。八、手上有赌运纹，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一节指腹上的指纹，有可能是一条，也有可能是几条。如果手上有纹，意味着横财运旺盛，运气非常好。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，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，一般都是赢多赔少，好运常伴。不过凡事过犹不及，也要学会适可而止，不可太过沉迷其中，否则得不偿失。九、手颈线清晰有星纹，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，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，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。一般人的手腕线有三条，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一条星纹，并且第一、二条纹路清晰明朗，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，必获奇财或是意外之钱，甚至可以一夜暴富，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。十、理财纹多又长，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，通常是斜纹。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，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，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。依据手相学的说法，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身长，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，没什么大困难。十一、头脑纹，头脑纹的支线其末尖端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，即水星丘，表示会受水星丘图中蓝色部分掌管天赋之影响，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，即使受薪阶级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，可说头脑灵活，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。十二、五指长短有序，中指稍长，从手相学来看，
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、成就、配偶和子女。五指修长、长短、有序、间隙合宜的人，各方面各有所得，福泽绵长。有此手相的人，天资聪颖，少时能得家人庇佑，衣食丰足。青年夫妻恩爱，子女缘深厚，一生运势平稳。其中中指稍长的人，说明此人善于计算，做事情缜密有条理，能挣钱理财，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，也很容易大富大贵。十三，食指有三约纹。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。如果有三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三约纹。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，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，受夫家福荫，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，衣食丰足。男性的话，也能娶得有钱娇妻。总而言之，是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。十四，太阳秋风满高龙。太阳秋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、才能与声名等。如果手掌中太阳秋风满高龙，颜色明润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、理财能力，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。另外，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大多性情温厚、正派乐观，个性明朗，有较高的素养，通常有很好的人缘，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，衣食丰足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